Peggy 18.你们来，你们身为警务人员，是要应该服务和保障香港城市的居民。警务人员是要互相帮助和照应，使用暴力要合理，必须遵守所有交通规则。 记住，你哋嘅工作大部分嘅时间系处理文件。 Undercover, the rules are different. Sleeping Dogs,